欢迎塞西总统访华，并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式。借此机会，我对你再次连任总统表示诚挚祝贺。今年是中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，十年来，我同总统先生先后11次会面，共同引领双边关系蓬勃发展。中埃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同阿拉伯、非洲、伊斯兰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、互利共赢的生动写照。68年前，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。任凭国际形势风云变幻，两国始终相互信任，真诚合作，携手发展。新形势下，建设更具内涵、更有活力的中埃关系，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。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，世界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挑战。中方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，愿同埃方不断深化互信，推进合作，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，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、稳定、发展、繁荣贡献力量。